权利，我们都享有的权利，没有进来，民主的权利，赶快上，整个中庭都是我们的人了，赶快上。顺畅的一个补给线，所以大家不要紧张，我们没有跟警方发生冲突或挑衅，我们只要刚中断他们在这里的一个补给线，如果警方有任何的动作，我们就会往前，所以呼吁警方不要再有任何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拜托大家冷静，听从现场纠察指挥，拜托大家，谢谢。